你手内面的册号，这个，跟你讲，不爱食。香哥一定要你啊啦，妈，爸在外口这样久，你拢袂烦恼？你毋捌听伊讲过哦？伊哦，真有办法啦，为台湾头，又搁台湾尾，又管食管，又富食富，你免替烦恼啦。 你敢知影伊即摆住伫倒位？用脚头去想嘛知，当然嘛是狐狸精遐。啊，那你阁无阿无紧？恁爸，我已经对伊切心啊，随在伊啊啦。啊，若无，我逐天介绍过去，会叫我过来呢。爸就哭嘞，我今日去看伊，伊已经啉酒啉到敢若趴倒去，迄个外行对伊大细声，伊拢袂生气。 妈，爸继续饮酒，早晚会酒精中毒啦。伊哦，上好自己死啦，较袂你外口了代志，搁要我替伊收尾。妈，你莫安尼纠缠，伊是我的爸爸。无你到底是爱我安怎做啦？你甲爸爸食顿来，莫互伊伫咧外口互人糟蹋。恁爸迄个死人性，无可能搁跋转来倒。 娘娘，选举你要到啊，我无迄时间哦，一工甲伺候恁爸爸啦。咱莫阁讨论伊个代志啊，好无？反正伊即嘛有通啊食，有通啊住，啊阁有通啊啉，你等我选举选完，才阁出去啦，吼。选举，你心内就无比选举较重要个代志？ 这个蔡进鹏，真正完全无甲囥伫咧眼内，竟然着安尼大肆去带入去狐狸群，哼，上好是又甲中风，看伊只狐狸精，洪台你气人无？三林。 三妮，莫安尼啦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歹势，我下班时间到，无闲啦。哎，利用你真侪时间啊。好啊，互你两分钟。手机刚你拢无来公司，敲电话无接，传简讯也无回，朋友讲安尼做。算是你的朋友啊。好啦，以后别人若讲你是我女朋友哦，我一定欢喜心里，安尼应该袂？哼。 你别臭美啦！你根本就不是我介意的style。你也无怕，我会避。你搁讲一遍。好啦，你莫安尼啦，我甲你核实下，应该袂。珊妮，你想看卖？你的创意加上公司的生产线，配合甲遮尼好，讲会趁大钱，安尼有啥无好？你何必为着小我代志，帮我避免？甲钱的过去。歹势，两分钟到啊。珊妮。 珊妮，珊妮，珊妮，哦，足痛的呢，你敢起床啊？珊妮，公司的产品发表会，你若无负责到底哦，阮就一世人该低调调。啥啦？珊妮，你莫安尼无情啦，你嘛知影迄个话，无你我根本就做袂成。珊妮，拜托啦，阮爸爸讲公司袂用无你。 伊讲哦，新产品，那么如期就市哦，你顶摆赶紧当初顶话掉呢。哦，原来你是为着你爸爸才来找我，那不是？你根本袂来着无？哎，珊妮，珊妮，珊妮，我叫你转来公司啦。那么我请你吃下餐陪坐，拜托拜托，转来公司啦。我不来。珊妮，以后若是别人我误会你是我女朋友哦。 我就马上甲伊讲，我根本配你袂得过，癞蛤蟆卖笑想食天鹅肉，所以讲我互你有面子啦，安尼会用的袂？你神经病啊！两位大队想要坐车无？无啦无啦。神经病！珊妮，珊妮，哎呦，拢是你啦！珊妮，你对我笑安尼。
安尼表示你愿意回来公司着。我敢安尼讲？只要你回来，不管什么条件，做你开，我一定答应。这是你讲的哦。嗯。第一，婷婷就要订婚啊，你莫搁去乱啊。你起码应该以事业为重，莫搁为着这件代志浪费你的时间，也浪费我的 idea。没问题。第二，我请你回去跟你妈妈参详，让我会当进行在你公司上班。不管是在主管大厅，还是做你的创意总监，我希望会当公平对待，莫去污蔑你妈妈。嗯，我本来怕事，要跟妈妈讲清楚了。第三，我加班绝对不能超过暗时12点，啊，那无妈的烦恼。这简单呐。啊，还有。啊，还有哦，大小姐，你到底还有几点要求啊？阿哥有大餐，我要吃牛排啦。这个我无问题啦。哪呢？已经那个厉害了啦，卖怎个提前讲？甚至才去美国学几工，个月已经落40块啊！即嘛要安怎？健志，你来者。别用搁看，搁看落去，下骨会夹起来。夫人，你找我。对对对。我问你，这几天估计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为250落到201？跳楼嘛落到这么紧啊？你敢有听到什么消息？是安怎大家拢在卖咱的股票？夫人啊，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起起落落。之前咱上市的时阵哦，咱是连续10个交易一个涨停板。迄个时阵啊，嘛有人讲伫传讲，有人伫炒咱上市的股票。咱即马才落40块尔。甲咱的股本哦，搁有一段距离，应该只是伫整理尔啦。咱落甲差不多哦，自然就搁起起来。啊，甚至毋是讲阿舅的钱已经入来啊，咱要用遐个钱哦，甲咱的股票买转来，莫让伊落个真歹看。我真侪朋友已经伫遐问，是毋是公司营运出问题？夫人啊，即卖股价哦，还袂落甲上低，搁毋是买入来时机，应该先等一下。进前哦，董事长甲资金拢落入去啊，即卖咱手头现金嘛无济。若讲要冻会过到卖以后，恐惊。敢讲一定要让伊落落去？你毋是实在真侪金主，去想办法。好了，我来试看卖。喂，信姐啊，你啥时阵回来？公司有啥物代志？哎呦，咱个估计哦，已经落落敢若剩200亿，我足烦恼诶。应该只是在整理啦，啊，建志安怎讲？伊甲你讲的同款啊，安尼都无问题啊。我甲你讲，我踮咧实在一个愿意投资咱公司的大金主，我要等伊甲这个代志拢处理好，才开始做伙回台湾。真好啊！啊对啦，迄个退回客户是安怎讲？哎，根本都无要听我解释，不要紧啊，无差因一间的订单。好啦，有代志再敲电话，拜拜。拜拜，要较早回来啊。夫人，董事长跟我讲，当时要回来。伊找到一个大金主，要跟伊做伙回来。哦。吴胜志，你想好如何回来如何？等我跟 Mark 把股票的代志处理好，到时卖讲什么大金主，连大陆先生也无法度救你。我想到啊。夫人，你想到啥？咱的股价哪个安尼？敢会是列主在闭鬼？真正是人呆，看面就知。你讲对无？真有可能，天成迄个董娘心机真重，真有可能暗中去收购咱的股票，找时机用再过来乱。想袂到列主竟用这种少年的部署，我就唔相信有这么侪本钱会堪得安尼乱。夫人啊，你实在真厉害呢！你即句话点醒我，我愈想愈唔对。天成伊即马才拄上市，咱两家哦拢是同一肋骨，
卡输天马股票来落去哦，天成就会爬起来做股。我看，我赶紧来看卖才知哦。爱查清楚，天成有偌侪天马股票，安尼信息转来才有法度对付伊。是，董事长，无怪会甲公司交互你啊。夫人，你的生理头壳哦，确实是无输董事长的。天成想要甲天马打三代，伊就无迄个才调。天姐，啊，你即摆才到，无数人伫问呐，讲股价往哪来加呢？知影错啊吼！啊，你敢脱手啊？啊！最近股票拄上市时，加在我有一笔带进跑的资金啦，也袂少。落个200-300时的时阵，我就拢脱手啊，有赚一条起来啦。等到股价哦，来到100点的时阵哦，我看到时。买几间，甲相机、电子拢也买起来，嘛毋是问题啦。讲起来哦，你家己拢无出着半角银啦，拢是用着蔡进炮的钱啊，伫当坐。嘿，假使你若做甲相机、电子的董事长，你敢会分蔡进炮一厝啊？但应该给伊的，伊拢摕去啊，剩的拢是我家己赚的，伊是凭啥物摕啊？你是安怎样？无啦，我阁有代志啊，先等下公司，你刚才讲啊。好，生意只要咱炒股票成功，等现金外头过了后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你放袂记。拄好伫遮后阵着伊啦，兄弟，真久无看嘞。人咧讲，当下顶个查某上水，你是愈来愈水哦。建志，咱来走。兄弟，做啥 ？Mark， 你安尼敢袂伤过分？你放心啦，我是要甲婷婷换些感情尔。不然怎讲，咱过去嘛是好朋友啊。兄弟，啊你甲王天做送你个手链也摕倒来。老板，放开啦！你别是超过哦！建志，我先来走。婷婷啊，婷婷啊！伊过去伫阮爸爸公司做过什么代志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你哪搁甲伊在交陪啊？我想讲，店主家无偌大。加一朋友就夹一敌情啊，实在无必要，该完全停落。婷啊，搁再讲哦，伊即马伫别间公司上班，我嘛是需要透过伊，才能得到一寡内线消息啦。伊迄款人，哪有可能甲你讲老实话啦？你无记就袂记就真加载啦。好啦，婷婷，后一摆哦，我若看到伊，我就当作无熟悉伊，安尼好无？头拄只哦，我较怕。你若感觉无够，无即马。哎，唔免啦，我唔是爱你甲拍，我只是无欢喜看你甲伊交往。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甲伊交往啦。你唔相信我？好啦，你讲无。无你即马要倒位，我送你去。过分哦！这句话应该是我讲才对吧？你不是讲我甲王信之烟倒了后，你要甲婷婷半杯半箱送另外我？安怎？甲卡姐尔，你都去安尼，还佫出手甲我拍？
敢讲你得甲伊博感情了？假使那是安尼，咱合作，我得重新搁考虑一下。我甲伊拢已经宣布订婚啊！你安尼甲创治，我若是急点点，伊会怀疑我对伊的诚意啊！到时王姓真若怀疑我，咱的计划就要放水流啊！好，也毋过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搁对我动手。啊，毋过你家己嘛爱自重啊！我若往靠拍卡手，对你嘛无好处啊！好啦，我嘛有唔对啦，整个代志都到这为止，咱拢莫肯提醒我来。好啦，我代志啊，我先走。还未占着圣机电子，你同我对婷婷起卡动手，若是有你成功啊！婷婷不是让你糟蹋到死，等你失去利用价值，我绝对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小姐，干完了。哦，你是讲顶届新闻的代志啊？不要紧啦，生活本来就伤过平静无聊，三不五时来一下刺激，嘛是歹代志。唉，虽然我这么过是少年时代所向往有钱人的生活，但我根本就欢喜袂起。颠倒感觉人生哦，真正足无聊的。三年，我这样无挽救。是毋是真笑他？袂啊，我会当了解你的感觉。他是真尔啊少年着，袂哪可能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敢要听看卖，我了解你啥物？你少年的时阵，虽然日子过了真辛苦，啊，不过逐天拢有些愿望等你去实现。你即马有钱啊，但都无啥物愿望会当完成，所以你的生活内，你会想要去找。一种感觉，你的人生才会重新快乐，振作起来，对不？可惜，人生无法再定来。即马就算讲我紧冲紧拼，我已经无会开来了。这是人生的悲哀啊！三爷，你哪这么了解我的想法？可能是因为哦，咱合作过，所以我能了解你的感受。是用音乐去体会哦。原来是嘞。三爷，你敢要为我搁营造出三百万？好啊，没问题。
谭小姐，你好。你是水哥对不？我今日来这是有代志，要来找你参详的啦。咱是不是会当坐下讲？好啊，谢谢。什么代志啊？我听田总讲哦，你阁想要回去水哥的大件啊？是啊，我真有兴趣。你伫遮当了好好的，现在一定要回去水哥啊？我感觉紫外气氛哦，真是好啊！这只单人客多，消费也多，等去水外无意思啦。你是无希望，我等去水外。对。是安怎？我是惊你会造成信天阿母之间的冲突啦。信天以后一定定定在水外讲生理，天祖也是啦。然后丽珠知影因爸仔囝是为着你来的。对你蛮不错啊！你是无信任我，还是无信任王董的天助？我若成了证，是安怎赢爷爷？我是无想要做成无必要的误会啦。我就是要证明我甲王董之间无暧昧关系，所以更加爱大大方方登去追我，好时间证明我陈珊妮绝对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既然你唔肯让步，来我就直接讲。水月今麦是我来负责啦，是我，我无想要让你回来啦。我听天泽爹讲，真正出去买店是王董，既然王董叫我回去，我就会回去。伊若是无希望我回去，你去找伊讲，莫来找我。歹势，我下班时间到啊，是袂。这查某囡仔虽然甲黄老师生了真像，也毋过伊的个性确实袂足啊。唉，有影真头疼。哦，疼到够疼！你只要少落一下嘴，疼到安尼。豪哥啊，你昨暝饮啊多酒啊，你即马搁要饮啦？哎，先落一下嘴，啊我，啊，无滴个啦。嗯，哎，我昨一定饮袂歹酒哦。哇，豪哥你痛几暝啊？哇，饮这唔得对，好饮，搁顺，搁好落喉，绝对袂头壳痛。豪哥啊，迄天我摕你个衫去洗时阵哦。看你落地下内底有食呢，哎，我落地下有食，这可能外公，无可能啦。迄天外头我甲你衫裤脱了了时阵，要等你边仔叫我起去洗，伊哪有可能甲钱放伫内面啦？莫讲的是你，你家己藏啊袂记哦。哪有可能啦，豪哥，我身躯的银角偌侪哦，我记甲清清楚楚的，哪有可能将这两万块放我袂记哩？我嘛咧奇怪，你无代无志，你走这两万块是安怎？嗯，小伟啊，嗯，我交代你一件代志，你要记好清楚。什么代志？从今以后，以后的垃圾衫哦，我卖个洗，完洗我洗两万块出来。嗯，涛哥啊，你是咧讲酒话哦？啊，我还这个钱哦，一定有人甲你藏的啦。你想看卖？我上哦，将这两万块钱也落地啊。叫人家啊，他多贵，安怎？我无需要王姓钱，是无面的狗。来来来来来，好啊好啊，他这边叫什么车啊？是王建志，是伊。
敢若伊我的心尔呢？小的，来，提。啊，宝哥，你可以用迄个杨建志哦。什么的提用的杨建志？我意思是讲，迄两万块我第一身躯的嘛，要用就有。哦，啊，佫有啊。是早起啊，杨建志托一下头，小啊探听一下。你啊，看伊提钱，我到底什么意思？啊，叫伊千万唔通佮恁爸安尼变鬼变怪，我蔡庆炮是绝对无咧个信道的，信道佮恁爸气话嘛。好个，我知影。今日报无啥代志，我带你去一个所在好。是要去哪？咱来去庙会行行。今仔日是十五，我妈人一直伫遐。阿唔伫遐，万一看到我，你来不欢喜？袂啦，顶摆代志哦，其实是误会啦。你无来阮兜，伊拢伫问呢。其实阮妈是变番人，当初对事业做甲遐尼大，伊若想到要甲恁爸爸妈妈做亲家。伊就感觉压力真大，啊！不过我已经考卷过啊。我讲恁爸爸妈妈拢是真亲切的啦。他说，因为真是没关系，我也袂逼伊，一定会带恁爸爸妈妈往来。所以哦，伊即马较放心啊。咁真实？敢讲你无相信我甲我妈，无想要甲我结婚啊？唔是啊，我当然对你有信心啊。那安尼就好啊。等一下，咱就来去庙里拜拜，先算问新民，咱两个婚姻到底是啥物款？啊，你也信这啊？好，我倒是。不错，请你保庇阿婆平安无代志。赶紧回去阿娇的身躯边，莫搁伫外口胡白乱来啊！建志啊，你来查婷婷来吃。妈，我甲婷婷拢已经宣布订婚啊，你哪阁无插伊哦？婷婷会真伤心呢。婷婷，顶摆的代志是阿母开始的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真介意甲你斗阵，我嘛知影你无歹意。我只是希望，恁会加用一寡时间，慢慢来接受我，给我证明，我并不是一个歹斗阵的千金小姐，好不？婷婷，你绝对不是一个歹斗阵的千金小姐，这点阿母早就知影。只是阮阿明伊，阮阿明哦，伊是真正配你袂得个。阿母就惊将来你会后悔。袂啦，建志这么有本事，伊阁对我这么好。阿母，你有这么好的后生，真正足福气的呢。我若是用做你的媳妇，我一定会足幸福。假使讲你若是当嫁来阮厝的，阿母一定会好好疼惜你，绝对袂让你受委屈。阿母哥。恁订婚迄天，阿母若是去现场，恁爸爸妈妈看到我，妈，会安怎？阿母，顶届阮公司股票上市的记者会，你敢毋曾经跟阮爸爸妈妈见过面啊？
有啥问题呀？无啦，无啦。好啦，既然你愿意嫁来阮厝的，俺一定会把你当作是家己亲生查某囝同款，好好疼惜你。我嘛绝对袂让阮建志欺负你啦。要不过，恁要订婚迄一天，俺拄啊好要出国，要去看一个朋友，可能无法度去参加。这点都要请你谅解。阿母，我订婚你无要来哦，请恁爸爸妈妈嘛要谅解。婷婷啊，我妈的行程哦是早都安排好的，不是针对你啊，恁通想想济啊。建志啊，我还佫有足侪景点要烧的啦，你带婷婷一世界去行行咧，才会不做出零的。你好好去求一下。好，妈。无你遮等我，我带婷婷四界看看，等下咱再来去食暗饭。行。建志，你若是要带婷婷，就要好好对待人。到四来人见你来吧。第二十一号表申请，唔知好还唔好呢？啊，你是问啥？当然是问咱婚姻啊。我帮你去提。变心，下下签，与君素喜结成冤，今日相逢哪得缘？好把经文多奉送，祈求户内保婵娟。建吉。安娜，签到了。有啊，就是这张啊，上吉签。我念给你听。碧玉池中开白莲，庄严色相自天成，生来骨骼超凡俗，正是人间第一仙。袂歹哦。袂歹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这甲婚姻有啥物关系啊？明姐咯，算命求签拢是趣味尔，莫太认真啦。好，妈，我慢等小久啊，行。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你若是真正要娶伊，妈也袂反对。也毋过你一定要好好疼惜伊，千万毋通去伤害伊。讲话啊！我叫你对你未来太太好，敢有这么困难？啊！我捌讲过，我入去献祭天主的目的是啥？这点我袂放袂记。你到这摆，也搁咧想报仇的代志。妈，就算我无为着报仇，我嘛要打到王圣杰肩甲头，安尼才会用出头天啊！要出头天是靠家己的实力，你是靠利用别人伤害别人啊！你坦白讲出你的心事，
婷婷若是真正咧爱你，伊同款会嫁予你哦。哈，无需要你安尼用心计较，要去设计人啊。妈，你想要太单纯啊。王圣子，若知影我是蔡进宝的后生，伊无可能甲婷婷嫁予我的。坚持啊！婷婷若是真心咧爱你，王圣子无法度阻挡。婷婷无钱，同款会用个嫁来咱厝。咱无欠该去上帝啦。不用，我要王圣子所有财产。你讲袂出声呢？我找予你头壳这么悬，你用心计较，想干想胖，要去欺负人，哈？要去霸占人的财产？你这么卑鄙，害你阿爸有啥物无同款？你若是讲一下头回头，我就伫个恁订婚迄一天，伫个众人的面头前，将所有代志拢讲出来。妈，你千万袂用安尼做啊！你若安尼，你伤天庭的心，而且你嘛毁掉我的前途啊！也若是安尼，你就莫去伤害婷婷。妈，根本就无要伤害婷婷的意思。我确实有想过，为着婷婷，放弃保护的念头。不过前两天，我伫路啊，看到赖素玲，我伫遐糟蹋吧，根本就是把伊当作狗伫凌迟。我根本就无法度原谅迄对阿爸。恁阿爸家己若是知影头变变，伊若是学会乖，好好伫个恁阿爷身躯边，敢有人会去原谅伊？妈，王圣子若加嚣摆一工，爸就一定会糟蹋落。你若要去讲破，我嘛唔敢反对。不过我会甲你讲，我即马所有一切，全部拢会乌有去。而且我前途嘛会完全毁掉，结果是要安怎？我妈做决定。我看到什么了？我唔是叫你去找迄个杨建子。有啊，啊，不过要找进前哦，我伫半路看到雪清锁啊嘞。你怎么在讲这？你看到雪清啊？那人呢？我伫咧一间庙啊外口看到伊啊，啊，我上去要喊时阵都无听到，爱就走啊。人要走去啊？那后遐多好个代志，你敢会看唔着人呀？没啦，豪哥，室内面拢无变啦。啊，你有看到大伯？无咧，我豪哥啊，经过这么多年啊，就算讲大伯徛在我头前，我嘛认袂出来啊。是讲家仔有去找着小丁啊？若找着小丁啊，咱就有机会去找着大伯。对。啊，你好。人说迄个赵丽，但是安怎？好个，是嘞啊。回来叫。既然知影讲这个小丁啊，今麦人伫个台北，就表示讲咱有机会找到阮母仔囝。啊，像你会记啊，为今仔开始哦，不管是啊，都要记得去银庙安尼巡巡看看。我相信讲这个小丁。因绝对是住咧这庙的附近，你也着问因哪有可能去庙拜拜？你讲是不是安尼？好啦，那咱找着小兰母仔囝吼，就当有恁一家团圆啦。那恁有炮哥，你着出运啊啦！真要出运啦！呵呵呵呵呵，车祝好，想要甲我带进吧，上早的掌握，就是对我上有情有义。迄个鸡嘛是我最后的鸡啊！浩哥，各位是你最后的鸡啊！我将来还佫妄望讲，你若东山再起，
用个厝去住别庄呢。哦，啊，无啦。怎诶？啊？冰箱内底有薏仁汤，你切一碗给我，别加冰哦。哦。等等遗憾哦，那我家己用啦。天愈冷，心愈坚定，阮来过。